今日的討論呢就不是應該聚焦是我個人怎樣去評論另外一個同事或者他的管理的方式的，我要盡量是要公道要小心，但是我想提一個事實，就是葛輝先生自己的而且確是承認他對我是很差異的，他是對我很過敏的，遲覆他一個電話他都覺得我是不支持他，我跟他的副手傾一個電話，他都開會傾嘢，他都會覺得點解我唔直接揾佢咧？秘書長，你頭先講過噶啦，呢個係呢個我想話，我自己點樣睇，點樣評價今次嘅事件咧？我自己睇福檢委員會同葛輝先生嘅分歧咧，有關嘅分歧咧，只係真係反映程序上我哋有唔同嘅理解，我哋有我哋政府程序上嘅堅持。葛輝先生咧，可能係唔係好明白，亦都唔係好甘心去接受。點係 FSI 啊？定係分區推行方案咧？呢個係現實同埋理想兩個版本，兩個嘅分歧。葛輝先生憑記憶做出嚟嘅回顧咧，係有錯漏嘅。佢話我一一否決曬佢所有嘅建議。頭先我提嘅文件有提，佢自己都否決過自己講嘅嘢。他自己都有錯漏。秘書長，我們下一次還有一個會要開的，就我們有20位立法會員就要求政府提供一些文件，那個文件的內容就給你的信裡面都有的，我想你用少少時間回應一下這些文件可不可以在我們下次開會的時候交出來。主席，其實上個星期我是星期五下午3:44咧，就收到何秀蘭議員嘅辦事處嚟到呢一個文件啦。咁啊，即係都係上個工作天嘅一個嘅要求，下午嘅要求。咁呢方面嘅文件咧，我哋願意咧係同委員會嘅呢一個嘅去盡量去配合嘅。咁但係因為呢啲文件亦都會涉及咗第三者嘅呢啲嘅資訊，咁所以我哋都要咧係我哋會睇下同呢啲第三者咧去做個溝通。如果願意嘅話，我哋就唔需要淨係查添啦。如果唔係咧，我哋要考慮咩嘅方式係披露俾大家議員嘅。咁呢方面咧，我哋盡量會同委員會去合作。係，主席。嗱，我哋下一次嘅例會咧就6日之後嘅，就係呢個6月13日。咁由於咧，即係我哋今日聽曬即係。兩造嗰個講法咧，即係財政司司長咧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哋之前咧都要求財政司司長可以出席我哋呢個特別會議。咁佢話6月7日佢唔得閒，咁我哋6月13日開呢個例會咧，佢老人家又話唔得閒，咁於是我咧就話得啦，我就你啦。OK，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又要傾一傾啦，我哋同秘書處，即係我哋大家亦都傾過6月16日咧。即係話我哋可以有個時間晏晝，咁如果佢老人家咧，其實即係據我所知，6月16日晏晝都得嘅，咁所以佢都非來不可啊！咁我而家要徵求各位委員嘅意見，我哋可唔可以將例會嘅時間由6月13日改到6月16日，就我哋呢位司長嚟出席我哋呢個特別會議嘅組會嚇？OK， 咁如果咁嘅話咧，我哋6月13日咧，我哋例會召開，6月16日嗰個咧就開一個特別會議，咁啦，即係開多次，因為我唔想開太多會啊，因為唔好意思，不過即係只能夠咁樣處理。劉江話，因為我同意呢個特別會議嘅，即係可以再詳細可以了解一下個情況。就我想加多一個要求咧，就請葛輝先生咧，佢有講過話喺政府以外有人話俾佢聽，有啲嘢同民建聯有關係。當然啦，你話開咩特別會議咧？未決定。但你邊個人同你講呢樣嘢？當時點樣去講法呢？我想請阿葛輝先生翻去揾翻嗰個人，徵求佢嘅同意，書面交一份報告俾我哋。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嘛？請葛輝先生你翻去交翻份書面嘅報告俾我哋。佢唔一定要答應你嘅喎，如果我哋委員會係要求，我唔係其他委員有冇乜要求啦，我就有要求。我可以俾你咁樣問，去咁樣要求，咁啊即係答唔答應係佢嘅事 ，OK 係嘛？佢未必，佢而家唔係政府官員嚟㗎，佢又唔受我哋嗰個權力及特權嘅條例嘅保障係嘛？佢係有權選擇唔答你呢個問題都得㗎，係咪先？劉興元。
主席啊，我就希望咧，系我哋都请埋呢个前局长啊，刘慧兰女士。咁我当然希望佢身体健康吓，系得。咁其实头先佢都透过秘书长讲咗啲嘢啦。咁我相信佢自己亲自嚟讲咧，系会即系会好嘅。咁我希望我哋发出呢个邀请啦。同埋我头先讲嗰个复检委员会啊，同埋个评核委员会嗰啲成员咧，虽然我哋个文件嗰度提到话要攞啲报告啦，我都希望佢哋咧每一份每一个人咧都可以俾一份口供我哋，你都知道委员会嘅关注，讲翻你当时嘅参与系啊，有啲咩事？唔系嗰个唔系口供嚟嘅，即系唔系口供，即系资料啦，主席。我哋跳咗两步啊，主席吓，我哋俾佢俾啲资料我哋，我哋希望政府同我哋配合啊。李永达，主席都系我赞成啊，开多次特别会议啦。就我希望阿刘光华议员佢都好知心知道咧，如果你唔系透过权力及特权条例咧，任何喺呢度讲嘅人，除咗立法员。之外咧，其他人受唔到保障嘅，所以望院啊，刘院觉得个真相要大白嘅话咧，你要支持我哋用权力特权条例，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我希望事后我会写一啲资料俾阿国辉先，因为我就唔想直接揾佢，因为我觉得公事公办咧，我从来冇揾过佢。我希望透过秘书写啲嘢俾佢，因为咧呢个世界咩叫讲大话咧，同埋讲真话咧，啲嘢讲得越细致越清楚，重复都系咁嘅嘢嘅话咧。就是真話嚟嘅，明白。所以我希望寫啲嘢俾郭輝先生咧。你佢有啲寫咗細節，可唔可以？唔需要喺呢度講，你要寫唔需要。我寫咗之後，希望佢答，因為我有時知主席，有時我唔知點樣處理我哋同郭輝。咧佢係公事上，我唔想直接揾。我有同佢聯絡嘅，我都係公事嘅啫。我希望透過秘書處寫啲嘢俾佢咧，答我哋。OK， 多謝。劉光華。原話我係資深員，我當然好明白。我嘅要求咧，只不過就話請郭輝先生同嗰個當事人傾下。咁佢做與唔做，佢可以。OK， 得啦，明白。陳監林議員，即係因為呢件事一開始嘅時候咧，就特別民主黨咧，就係話，呢件事係牽涉到同民建聯有關嘅，咁所以我都想咧，就係而家在座兩個團體喺度咧，即係希望佢哋交。我而家討論緊續會嘅嘢 ，OK。主席，你又遲咗入嚟。我哋唔係我 OK， 唔係你而家討論緊續會，我哋希望提供多啲資料啊嘛。唔需要噶啦，下次問啦，下次早啲嚟開會問啦。我而家問問問題喎，我而家係要求提供多啲資料翻嚟，係嘛？同大家正話處理嘅一樣嘅。我就希望在座兩個團體咧，話俾我哋聽，你哋嗰個成員嘅名單裏邊有邊啲係民建聯嘅成員，有邊啲係民主黨嘅成員，或者其他政黨嘅成員，我都希望你哋提交啲資料。可以嘛？OK， 得啦。主席，我可唔可以都請社聯咧？因為頭先啊，方敏生女士都講咗啲嘢。如果你哋係即係可以詳細啲俾一份文件我哋，對於你參與呢個過程啊，有咩唔公道啊，各樣嘢你俾我哋咧，同埋 IPO A 都係，我相信對我哋委員會個調查咧係好有幫助。唔該，主席。好啦，嗱，我哋就必須要結束呢一個特別會議。咁我哋頭先徵詢過各位委員嘅意見咧，就係我哋喺6月16日，我哋為咗遷就我哋偉大嘅財政司司長要嚟出席呢個特別會議咧，我哋6月16日嘅晏晝會開呢個特別會議，請財政司司長出席同埋其他相關嘅人。咁下遲啲再通告，因為嗰日可能係立法會大會嘅續會嚟嘅。咁6月13日嘅例會係照常嘅，多謝大家。